咱要相信啥物？有人讲你要知影，你要相信啥物？要听倒一个人个的话，也是要相相信倒一个专家的话。其实，这个专家，敢真正伫因的专业顶面，会赢过上帝吗？上帝压力，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的作为，往往有当时做者，毋是这个专家会当疗伤的人。这物件，咱相信上帝。就像很姊妹，有真侪书。咱若是听别人咧讲，咱心内会真惊吓。就是我嘛是伫只讲叫咱大家别惊，哦，别惊是无需要做无所谓的惊。有当时啊是人讲啥，咱惊啥；有当时啊并不是安尼。咱会当利用这个机会，重新倒来到底咱的信用的顶面，来想看咱该基本的，咱应该爱做的，做好势了后，其他一切咱就交托给上帝。今仔日的周报内面，我特别有看一个，香港这个新南医的前任的院长，一个梁嘉麟牧师，伊所写的一篇的文章，这文章就是唔通浪费这代的疫情，我特别讲这份的这篇文章也看在咱的周报内面，咱会当看，唔通浪费啊，不要浪费这次的疫情，这句话简单来讲就是讲。这个虽然是一种的灾祸，是一种的，刚刚咱无爱拄着的代志。不过，咱面对这种的代志，拄着这种的困境的中间，咱会当有得到什么？简单讲较白就是讲，有人讲，当一个人跌倒的时阵，咱站起来，你目至少爱迈一摆头起来，人撞破拢输啊。咱通过这摆的。在下，咱来想讲，我会当伫中间来得到什么？我咧伫即个在中间找到上帝要向世间人讲的话，上帝要通过这个病毒启示世间人什么款的信息？而且咱用这个机会，利用这个疫情，把危机变成做转机，把灾祸变成做福气。来想看卖，上帝要通过这个代志。要让咱提醒，啊，要爱咱做甚物款的代志，以及要咱带出拯救的福音。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有关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基督相关的救恩。当时通过我安尼看这段经章的时阵，我嘛看到上帝要甲咱讲的心意，因为通过耶稣基督带来，来到伫这个世间为奇妙的作为，甲伊所带予咱的救恩。咱若真心了解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，咱才会当伫这个吼恐惧包围的世代内面，有耶稣要予咱的平安。所以通过经文，咱来了解耶稣伊要带予咱什么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伫第一章就甲咱讲，对耶稣的棍要发一条，对伊的筋所生的枝要结果子。第一章内面有一句真特殊，对耶稣的棍，对耶稣的棍，这个棍这句吼，你可能会看我书写一个布哦，刚刚是我写唔对哦。其实你咱也看原本的圣经，迄内面伊的意思，意思，迄个棍已经有。变成另外真叫做一个意思哦，按咱中文的好啊，不改翻译做布，不是本哦，迄个不是本哦，改经内面这个变叫做布，不是的布。那看迄个本甲迄个布差伫底，这个布是什么意思？这内面呢，这个本哦，咱知影一张树的本是啥物？就树根嘛，树根。这个树根上顶是亚西的家族，以赛亚先知伊用两张树仔来比喻亚述甲犹大这两个国家。伫之前第十章内面有讲到亚述，讲到亚述，这个国家安怎做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，上帝安怎来甲这个国家来甲伊来做处罚？不过伫第十一章内面伊讲到。犹大这个国家，这
亚瑟的布这支吼变成做布这个字，这个字差别在对，就是讲伊的布吼已经呢，甲顶面的物件拢甲伊剪掉去啊，甲伊安尼扯一半去啊，剩伊下骹的部分尔尔，吼，剩伊下骹的部分，敢若剩伊伊的底，伊的底，啊，这个底呢，那么当下伫伊个外口看到讲吼。啊！伫咧园艺的内面哦，若是迄大樟树哦，你若是甲顶面啊，甲伊撮掉，剩咧敢若树头尔了。哦，迄是伊上界脆弱的时阵，上界虚弱的时阵，哦，迄阵着爱兼比伊哦，原本吼，伊迄顶面有枝、有树干、有树枝，啊，佮有结果子的时阵，还佮需要个照顾，啊无，也袂死去。哦，所以即条就表示讲犹太这个国家。上帝的选民在面对困难的时刻，因已经败坏，因已经奄奄一息，因已经强要死去，已经剩尾仔剩亚西的这个运作，剩亚西的这个命脉，剩亚西的这个种，搁留在遐尔。但是无说伊这个种有当下就会死去，哇！犹太这个国家就崩崩去。所以这是真甲咱提醒，甲咱提醒。伫面对这个时刻的时阵，咱来挖课是啥物？所以这段经在的中心的思想是，我通结这一句话，来咱再来读一句话吼，来咱来看。表面上的强大是大，为挖课上帝才是大，挖课上帝。看起来真像美色，都是确实真正永远的永驻。厉害，这位，而且我顺便甲你讲，表面上咱看见的强大，表面上看到的强盛，的勇敢，并不是真正亲像你在表面上看到安尼。有做的时阵，咱啊知影一件代志，有做的是表面的。有较侪表面，有当时咱看一个人哦，看伊个外表好好，哦，啊，咱唔知影伊内面在有啥物款个功夫，咱唔知影，可能是外表内面已经结出，哦，外表看再真坚强啊，唔少，不过伊个内心是真脆弱。表面上个大不是大，爱挖去上帝才是大，挖去上帝看起来表是真美色，不过却是永远永存的力量。不信上帝的人，真紧地对伊的忠诚中间来解决。若是我叫上帝的人，确实会当拄到危机变成做转机，会当伫绝境的中间来找到，会当生存落去的机会。这种何人的性命呢？在伫伊的二点内面无绝望这两个字。我叫上帝的人无绝望这两个字，咱出来讲一摆。我叫上帝的人无绝望这两个字。简单讲就是，我叫上帝人，你无迄个权利通绝望，你也袂绝望，吼、哦。即阵的预言就是，将来要对亚瑟打作的中间，将来要留因的种，留因的本，吼、哦，一定会出现一个特别的人物。这个人呢，要完成上帝所托付心神的工作。咱知亚瑟是啥？亚瑟就是大卫的老爸。哦，代表老爸，先知以赛亚伊有言讲，哦，伊将来伫亚西的本的中间要结果子，而且意思来讲，将来这个家族的中间要有一个牛人来生出。哦，先知伊活的时间是主前750年到700年这个中间，哦，迄个时阵哦，大卫王已经过身200几冬啊，所以因此。这个预言内面讲的绝对不是大卫啦，是大卫的子孙，哦，啊，这个人呢，伊阁是爱下上帝心意的，伊唔是大卫的子孙，伊阁是阿伯勒罕的后裔，咱若对照迄个新旧约的来源来对照，咱知影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，哦，是世界人的救世主，是世界人的救世主，好，安尼，咱大家看耶稣。耶稣在世间所做的工作，伊爱有专利的能力，爱有专利的能力。伊第二章就讲啊，
耶和华的灵在伫伊的身上，就是予伊有智慧佮聪明的灵，有谋略佮能力的灵，即知识佮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弟兄姊妹，耶和华的灵若点伫一个人的身躯顶的时阵，这人就啥？就智慧、聪明、谋略、能力、知识敬畏耶和华啦。你有啥物爱无？阿妹，你着爱追求圣神的圣神的能力、圣神的超过。犹大讲，当伊面对当时国家的困境的时阵，以赛亚先知讲出恩望，讲出恩望，免惊，你若平安，因为伫亚西的子孙的中间，要有一个拯救者出来。所以第二节有描述亚西的这个子孙伊的能力，这能力就是第二节下面才所讲的。伊圣经内面有啥物人是安尼？啊，有啥物人是安尼？上界合圣经所讲的就是耶稣。当以赛亚拢预言的这个时间，以色列伊当时予北方的阿兰、阿述，甲南方的埃及来威胁，政治甲社会拢无啥无介稳定，无介稳定，就亲像咱台湾同款，咱台湾面对着咱四周即个足强大个国家的包围，咱要安怎来伫咱的中间来坚持？咱的台湾，咱的平安，你更加需要我去上帝，你更加需要我去上帝。咱只在中国人经过一些咧，我知影有真侪人捌去过，一些咧这个国家，咱来看伊地理环境，咱更加感觉还是足无简单。伊的四周拢是迄足土地足阔，也是讲迄个足大，啊，佮足歹迄种的国家，国家来包围。而且内面有足侪迄种诶迄落机器诶吼，回教诶即个机台，所以伫即种诶中间，伊现在一种诶困境诶内面，因犹原会当保持掉诶因对上帝诶信靠，所以四周有诶国家，无一个国家通敢看轻，敢甲伊现在欺负，包括咱台湾，咱即个咱诶国家诶困境，我有当时感觉讲，咱比伊现在更加。限定在这个艰苦的中间，你看世界全部这组织，国际的组织，就是无让咱台湾加入，特别咱世间的世卫组织吼，WHO， 你更加给咱排名，有足侪迄个相关的卫生的代志，咱阁无当大声第一手知影，所以爱安怎？爱自立自强啊！咱来振作啊，咱来努力啊！咱要努力啊！咱来甲咱的政府祈祷啊！来甲咱的政府加油啊！予伊会当来好啊保护咱的国家啊！所以即个中间呢，咱毋是甲咱的政府唱衰，是咱来甲咱的政府救场，咱来陪着咱政府祈祷。特别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咱需要期待，咱政府要有重要咱看咱的政府伫即个中间疫情咱做了，因为比世界大国家都做了更加好。而且呢，伫这个时阵，我嘛有看到，世间人变在天后，就是这个代志，什么时阵会过？什么时阵会过？好消息就是讲，咱的这个疫苗已经开始研发出来，而且内面有咱台湾人参与伫内面，咱的这个高人参与内面的研究，即嘛开始，在试验的这个疫苗，看会讲。来大量来使用伫遮个受感染的人的身上，所以即种的心境，敢若亲像当时的遮个国家犹大国，因迄时阵咧听候，当时会当有一个人会当来救援，即、這个人是以色列人，伊伫咧期待的弥赛亚，即、這个时阵，耶稣出现了，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阵。在伊受洗的时阵，咱看到一个情景，就是天就开啦。来，咱做来讲，天就开啦。当咱面对四面包围、凶恶的对敌的时阵，免惊，天就开啦。四面落雨起来，不要免惊，顶面够活路。当耶稣要出来传道的时阵，要受洗，天就开啦。路加三章21-22讲，正百姓受洗，耶稣也受洗，基督的是天就开啦。
圣神降临伫伊个身躯顶，形状亲像子啊，佮有声音对天顶落来讲：“你是我所疼个囝，我欢喜你，我喜欢你。”所以伫遮嘛甲咱讲，要成做上帝所欢喜喜欢个囝，爱安怎？爱有圣神个充满哦，爱有圣神个充满，爱有圣神个充满，你有圣神个充满无？阿妹吗？有人讲阿妹。爱有信心的充满，加上上帝所听的囝，爱有信心的充满。啊，不过我知影，伫咱下顶了教会，咱固定的信心，咱较保守。所以较侪人有真侪人无迄种信心充满的经验。咱卖讲一般的信徒就好，有足侪牧师嘛无，有足侪牧师嘛无，无迄种信心充满的经验。牧师伫遮嘛甲咱邀请，伫咱教会若是有办迄个全新营的时阵。专人更新来阵，请咱十个做伙来参加这个庙会，内面有，互咱会当经历圣神充满，的教导、甲经历、甲操练，过吼，顶礼拜吼，咱香港来做一个决定，就是迄个全新年，因为即个企业的关系，咱就延期啦，所以本来今日我阁要加强，催大家来参加的吼，所以即摆，等咱延期延到什么时阵？咱互咱参加，就咱过来参加。所以爱追求圣神的充满，要将这上帝所听的囝，唔呐爱洗礼尔，爱有圣神的充满。我捌听过一个足趣味的比喻吼，你求的基督徒一定爱有几个条件，就是爱经过两种的洗礼。咱拢一般拢知影一种的洗礼叫做水的洗礼嘛，对吧？另外一种的洗礼是啥？圣神的洗礼，圣神的洗礼，有人讲是火的洗礼。这个圣神的洗礼是咩啦？洗礼呢，就是圣神的充满，圣神的充满。所以用咱应验，当耶稣伫耶稣的约翰来洗礼的上时，对天顶圣神同时降下来洗礼，所以这是交逼的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你有水的洗礼，我知影。个你有圣神的洗礼，我要听过一个比喻哦。咱若去日本食日本料理，一定爱食啥物件？一定爱食沙西米嘛，对吧？一定爱食生鱼片嘛，啊无去食日本料理，无食沙西米，敢怪怪？因为这是基本的配备，基本的配备。啊，去跟另外一个比喻哦。咱若去游乐园佚佗嘞，一定爱啦，一定爱坐云霄飞车，有个人唔敢坐啦吼，我就讲，勿紧，咱再坐摩天轮，勿紧，买当坐旋转木马，勿紧，总是一定爱耍着，当安尼买一张票吼，去袂内底，我迄个唔敢耍，我迄个嘛唔敢耍，敢若安怎？敢若敢看人耍，有出一个爸母是安尼哦，陪囡仔入去吼。来，你去算嘛，我伫遮坐等你啦。算物件拢唔敢看，唔敢算，有够无彩。不过有人讲哦，即种个比如就讲，你去伫内面，你一定爱算个，一定爱算个，你才会上真做你一个种个伎俩。同款一个基督徒，咱来教会，咱有注意个抗面。你敢有想讲，我要互圣神来抗面？我信心的印记无，这两种拢是需要咱去追求的。我嘛感觉咱的教会兄弟姊妹，咱需要互信心大大的充满，这是我的期待。我期待咱的教会体质爱改变，文化爱改变，这改变是牧师做的个，那不是咱的当工做的到，咱需要信心来帮助咱。我想上帝大大伫上帝面前求稳定，求上帝我有能力来带领大家经历圣神的充满，因为只有圣神的充满，咱会当伫做些代志顶面，咱特别直接，得到主的启示，得到主的帮助，互圣神的充满，咱的生命体质才会当真正的转变。咱拢知影囡仔大汉爱断骨。一个真心的基督徒，咱个大汉，咱个断骨，
爱倒啊，而且咱的啊肉体体质歹改变，哦，那体质来改变。你过去啊，有真侪人因有啥物会来信主，因为人讲，因为我有灵力体质，哦，我有阵时当下看到迄魔神啊，看到迄、那個，我看到最恐怖的，哦，有当时啊，看到上我爱看物件，不过等你信主了后，你得到灵魂，再来看到，而且看到你真实。所以现在我要跟他讲，过去可能你的体质是灵力体质，这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祝福咱每一个人，我变成做灵魂的体质，阿妹，让咱更加灵魂。灵魂爱需要追求，追求向神的充满，向神来改造咱的灵魂甲体。哦，我向神像亲像圣经所形容，亲像一面双面来刀剑。插入在你的生命内面，不是来害死，是去你修正你的内面迄个杂质，把无好的物件来丢掉，哦，把你内面的迄个无好的细胞除掉，哦，无好的，比如讲迄个加一条血管来给电烧掉，来给烧掉，来给处理掉，来给迄个物件不是上帝所欢喜的，体质大大来改变的。你就是变成最灵魂的体质。啊，什么是互信是充满？互信充满，圣经内面有一个啊，足简单的形容，哦，就是互咱看到外在种个表现吼，讲一个即句话讲，唔通啉酒醉，酒会互人放荡，亲像信是充满同款。哦，我信是充满的人，伊会进入到第一种个，亲像啉酒醉迄种个状况。当然，伊做啉酒醉，毋是讲较歹，是一种哦，为什么有人？爱饮酒，但是有个人讲，哦，饮酒有一种的感觉，安尼，小可你茫茫，迄种的感觉真好，哦，但是迄种的感觉，唔过唔是饮酒水所带予咱迄种，哦，脱序，哦，放荡迄种的行为，是有迄种好的迄种的感觉。当现实的生活中，我有这种的感觉，我有这种的感觉，就是享受伫甲上帝之间迄种灵甲灵之间的互动，你的思想，你的情绪。拢亲像掌握伫主的手中，毋是靠你家己的意志，毋是靠你家己的心思意念。上帝带领你经历有足侪伊奇妙无限的稳定，所以阵你的感动会非常非常的高深，哦。而且圣经用对比的方式互咱明白，酒醉会放荡，毋过咧圣神的充满会互咱得到稳定。阿妹。所以，捌经历一个过信心充满的人呐，搁一届同大家讲，咱到会办全新年的时阵，会当来参加，吼、哦，会当来参加。再来，咱来看咱的耶稣，伊第三个角色是，伊会当秉公行义，审判万百姓。秉公行义，审判万百姓。这位弥赛亚是众人所期待。后来，伊来到世间，世间人看见，有欢喜无？有啊，当然啊，足欢喜啊，因为期待足久啊。不过，咱拢知影，哦，后个月咱特别过即个受难周，哦，过完节，迄种知影意思是啥物？当耶稣伊出现的时阵，大家人一开始对伊真欢喜，哇，我等足久的人终于出现啊！个咧，当伊甲当时，也会无讲伊个，即种个人开始面对面的时阵，就开始崩掉，就转头对面。这位弥赛亚，伊用敬畏耶和华做伊个欢喜记录，而且伊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根本。伊毋是靠伊个目睭所看见，也是伊个耳孔所听见。伊是完完全全知影每一个人个情况。这是上界真实、上界充满公平正义个审判。咱即摆世间人最容易，互人来操弄，哦，互人来操弄。所以说，都得假新闻啦，哦，都得假新闻。我昨昏看一个足好笑个假新闻，
哦，那我首先咱大家来拢有收到，哦，就是讲咱个蔡总统也着武汉肺炎，哦，你有收到即个的，哦，啊啊，过来人对早讲啊，这顶面阁有简体字啊，哦，阁有简体字，所以着连即种个世界转，咱台湾吼特别拢有叫做即个假信息，哦，假资讯，安尼传来传去，咱个人个心拢足不安嘞，不安嘞。就是这个比赛啊，伊所传的，不是人看得到，耳孔听得到，伊看到的，伊所传的是真实、充满公平、正义的心怀，伊断定是非用公义，伊绝对袂接受暴露，伊嘛袂去看清这丧凶的人的冤屈，伊用正直判断是非，天明公义出来。所以他照顾宋江的人，他击打那些背逆的歹人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咱所信的主耶稣，他就是这样有充满公义和信心的主。他对着顺服他的人的应允，他绝对袂打折。哦，不过呢，他对着那些违背真理的人，他嘛在追讨他的罪。这足无简单的代志啊！这真是做无简单的代志。咱看这个全世界有足侪统治者，啊，足侪统治者，哦，嘛足侪国家的元首，当因经历选举的时阵，也有足侪竞选的经费嘛，吼。啊，所以伫选举的时阵有收足侪政治的现金。同时呢，这个关键者，吼，就是咱俗称的金主啦，吼，有足侪人当选了后，伊拢会受到金主的控制，哦，做个控制。啊，然后你说做这施政，当下得爱请这财团，哦，财阀，哦，因的声音也是讲要求听伊的话。那是全世界足侪国家，哎，的这国家元首，也是国家这这啊，忠诚的人，啊，拢对着，拢会对着的代志。当然，在这世界，咱有看到足侪无公义、足侪无公平的代志。有时咱也想讲，事实敢真正是安尼？啊，是真正事实是安尼。为什么这个哦，徛伫顶面的人，因无爱出手来处理，都是那些咱看到的，敢拢是事实吗？有时这个代志可能是表面的现象。目前，咱的国际社会充满伫一个足不安的气氛的内面，因为全世界大家拢杀无哦，到底要安怎来处理？哦，做一人一头雾水，毋知要安怎来处理，拢伫种不安的情境内面。全世界各国拢用伊平常时因所受过迄种卫生的观念，来咧对抗这场看袂到敌人的战争。哦，也只是咱提醒讲，咱爱较清气的，哦，啊，咱爱较注重卫生。如果我问咱大家，这敢是咱平常时咱着爱说明的吗？哦。食咱应该食，哦，看咱应该看的，啊，做咱应该做的。上帝拢有这個世间有一个自然的律，搁就是世间人违背这个律，啊，创造，哦，也是讲去误用私心，哦，听讲这个病毒哦，敢那是人造的，哦，人造的病毒。所以因为这种的人的私心甲歹心，所以令到咱这目前。全世界爱承担这种的艰苦，哦，啊，有人讲这种的不安是这个时阵是2020年的一个警告。其实在牧师看，我并无认为是这个时阵才开始。哦，我早伫2-3年前我就感觉真不安，我就信心提醒我，因为我从来伫读圣经的中间，常常看到上帝话提醒我。哦，爱为着这个社会、世界的代志，爱关心利益，而且照我上面的你感动，上帝早伫2-3年前在咧提醒咱，爱注意伫咱的世界甲社会所发生的代志。我回想过去吼，哦，为虾米这个病毒会对中国人，哦，会对中国遐发生？我有看到一挂代志吼，有一挂代志来提醒我。哦，当然，这个时阵咱无政治的色彩，哦，咱
就是拢是对于即个时势来分析，咱做某种政治色彩。第一项就是讲对话中国的政权，吼、哦，对话中国的政权，咱即摆拢嘛是愈来越向民主化嘛，吼、哦，一个国家的元首产生，伊按投票来产生嘛。毋过咱看到吼，伫即、這个今年，吼、哦，咱看到迄个中国的主席，吼、哦，连任啦，国家的主席，赞成2970票。哦，反对两票，啊嘛无人敢弃权，哦，100%得票率连任，而且是以后，哦，马上是宣布以后无阁有选举，哦，会当讲永远就是讲连任啦，哦，连任的这种的，哦，这个意思，哦，再加中国以前的方言差不多。第二种，是迫害宗教的自由。哦，对温州开始，一直到伫足侪诶城市，哦，因听寺庙、听教会，伊用专权控制神职人员诶思想。那神职人员，那讲话无合理，那通知当局诶意见诶意念诶时阵，就三关。哦，啊，对伫遐听话教会吼，安怎？爱要求亲像即张相片来管吼。可能这个相片，安尼较不较好，你较看无。这个相片就是十字架边啊有两张相片，哦，目睭较好看到无？哦，后边还看无？哦，十字架边啊两张相片，一张什么人？一张毛泽东，一张什么人？啊、哦，习大大，我也习大大。哦，啊，都所以有人看这个相片，就感觉奇怪啦。是伊家，咱知影代表耶稣嘛，哦，啊，咱知影耶稣伊伫是伊家顶面的时阵安怎？啊？甲耶稣做伙，哦，顶是伫是伊家顶的时阵，伊的边有两个人啊，对无？迄边两个人是啥物人？大贼哥啦，哦，迄边两个大贼哥，哦。所以咱看到中国一搭伊内面吼，可能迄个即个要求爱挂相片人，伊无去挂会，无读过圣经，吼，还袂恐，伊若安尼讲吼，吼，这是真正是有生命危险的吼，若是有人甲提醒吼，生命危险，吼，可以当做即种的比如啦，可以当甲相片挂安尼啦吼，安尼这是毋是形容讲这两个人就是大贼哥的意思啊，吼？所以伫即种的情境的中间，因控制迫害宗教的自由。第三，个人手段压制自由，哦，对伫哦香港的迄个占中的事件、反送中的事件，因所展现出来是一种个人的统治的即种的手法，哦，控制人民百姓的思想，强制因就一定爱接受当局。哦，所要给伊的物件甲法律，所以因后来为着要给大家哦，拢会带用真面目来看人，所以后来伫香港有颁布一个禁蒙面法，甚至有颁布一个禁蒙面法哦。啊，这禁蒙面法的当时嘛，真侪人咧讨论讲，啊，人安尼拢袂当给人看，啊，到尾啊，拄着这武汉肺炎，就有人讲哦，啊，以前哈。颁布法律叫人袂当戴口罩，结果后来愈甲全国的人拢爱戴口罩，哦，甚至影响全世界的人拢爱提钱去抢口罩。所以就是因为，哦，这种的代志，我拄只讲的这三项，哦，这种的连任甲迫害宗教自由，甲这个哦要求的百人民的百姓来处理这個，所以有当想象哦。伫即种诶全权统治诶情境诶下面，带予全国人民是足大诶无平安。若无平安了后，即摆搁武汉肺炎，造成人民百姓生命诶损失。安尼比较起来，咱伫台湾是真正是真舒适、真好势，感谢主。哦，所以全世界。咱毋知够有看到伫迄个 YouTube 顶面有看到以色列吼的基督徒，吼伊伫靠墙有一个哭墙，一个怎样个哭墙？伊伫头前，伊鼓扬自挥为着台
完吼，也为着这个全世界拄着这个武汉肺炎代志来迫切的祈祷。当因用目屎，当为着这场的灾情在祈祷的时阵，咱会当做啥？咱来感觉咱来为着对华这个国家来祈祷。吼、哦，要过去咱细汉的时阵，咱睇着讲吼。对话吼，因在东包里话伫迄个水深火热之中，因即摆确实是安尼咧，吼，做者城市拢封起来，人民无自由受限制。我毋知咱敢有朋友，我吼，踮伫迄个所在无，吼，咱也为着遐下下个百姓祈祷，求主帮助，或者代志当经过去。最后，恳求上帝施恩典予咱。面对目前世界种种的足侪无平安，过海之危，在你的心中，敢有一份的真平安？愿主帮助咱，予咱更加更加交托耶稣基督，伊更加要赏赐予咱有平安，予咱当因为有耶稣基督当瓦壳，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，甲真实的平安，无搁再看你。我使鼓励咱大家趁这个全民防疫的这段时间吼。咱嘛当来进行自我心灵检测，吼、哦！你无出门，你无爱出门，赶紧！你家己伫厝内，你爱甲厝的关系搁较好。趁这个机会来进行心灵检测，吼、哦！和耶稣甲你的关系搁较好，和耶稣入来到你的内面，和耶稣带予你的是一个真实的平安，甲真实的平安。你得靠要会当体会有一句话咱常讲的：伊妈瑞利。咱大家出来讲：伊妈瑞利。咱祝各人同在。来，咱接着咱来唱一首的诗歌，叫做《真平安》。咱这边来唱，咱先坐来唱。啊，这条歌，真正就是要甲咱讲，咱大家人拄无平安的时阵，咱所需要的是有平安。咱所需要的是祝福咱更加多，对伊遐来的所有咱的平安。来，咱这边来唱，来。真平安，是主的属我你。真平安，是世界归乎你。真平安，是世间袂月真了解。真平安，
无信赖，透过咱做来祈祷。是阮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求你将你疼的疼所带予阮，一份真实的救恩，小事透明，予囡仔相信你的人。也可求主你啊，在这个大稳定的时，稳定的门也大开，予遐个还袂明白你、还袂清楚了解你的救恩的人，也予因拢有得着平安。求你啊，将武汉疫情、武汉肺炎的疫情来控制，予阮全世界也拢有平安。通过这个代志，予阮伫信仰顶面有反省、有思考，也予阮会当得着警醒。主啊，求你拯救，求你逃跑。求你小事真实的平安，踮伫我的内面，特别这个时阵，踮伫我的内面。感谢主，祈求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